然后张惠妹跟男友 Sam 爱情长跑12年，两人感情稳定。Sam 不时会在社群分享一些跟梅姐的小细节，但都不是非常明显的那种。不过他5日在动态罕见晒了女友的近照，还写下虚当当，大方示爱天后，晒下一篇网友。9日是梅姐51岁生日 ，Sam 晒出另类同框照，让粉丝们都嗨了。在梅姐生日当天 ，Sam 似乎被粉丝敲碗发文，配文写着粉丝的心声 ：“Sam 哥能发个同框图文吗？”我能。他虽然爽快答应，但 po 出来的是情侣牙刷。不过大方的 take 梅姐账号生日快乐后面还加了一颗爱心，细心的配了葛西瓦的我爱你没有办法当背景音乐，整个细节满满，也被赞这位姐夫真的很浪漫。留言区也热闹的说眼睛真的好痛哦，为什么我眼前一片亮光。有人调皮的说有夫妻恋，这是夫妻对拜的意思吗？该不会是预告有好事进了吧。其实不只有 Sam 哥的大方晒爱，梅姐的中国粉丝会砸重金包下西安双子星的超巨电子看板，还搭配 LED 灯光秀，只能说这个礼物大到真的很震撼啊。